在三角形 ABC 中 ,AB 向量等于 2.2,BC 向量等于 -6.6, 是求 AC 向量。第二小题，三角形 ABC 的周长。AC 向量的话等于 AB 向量加上 BC 向量。所以就等于 -4.4。第二小题，三角形 ABC 周长等于 AC 的长度加上 AB 的长度加上 BC 的长度等于根号-4的平方加上4的平方再加上根号 AB 的话2的平方加上-2的平方加上根号 BC 的话是-6的平方加上6的平方所以等于4根号2加2根号2再加6根号2等于12根号2。